法，因为如果不现在打的话，可能这个姬花小姐她就没办法接到神女的电话，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打电话给她。喂，请问是姬花小姐吗？对，我是郭采洁。我是郭采洁。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你不是7月5号生日吗？对啊。然后因为你有抽中那个就是7月份的，所以就今天不好意思，就是先打电话跟你说生日快乐。哦，谢谢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苗栗的。哦，你在苗栗，那你有买烟火专辑吗？有啊。耶、yeah, ，你已经要过22岁生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差不多。那个暑假的时候生日，你有没有什么计划？那一天你生日那一天？我现在就是大三，就忙专辑了，就没什么计划。哦、oh, ，你现在已经大三，你念什么系啊？是英外系啊。哦、oh, ，应用外语系。那所以你是苗栗人，你也在苗栗念书吗？没有，我在桃园，我念的是龙华科大。哦、oh, ，你在桃园念书。好，那我希望你生日那天可以得到很多祝福，好吗？好好，谢谢。好， okay. 谢谢你哦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成功。好了，由于现在相机即将要没电，马上来打第二位。喂，喂，请问是朱阿瑞小姐吗？嗯，是。你好，我是郭采洁。你这是打喽？当然了，我说到做到。你现在在家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你在外头？你在外面是不是？对，我在外面。那你知道你有抽中就是7月的生日快乐得奖人吗？我知道，刚刚都疯掉。那你因为我那个6月29号就要飞走了嘛，那所以我就提前先打电话给你。你知道那个，那你那个生日当天你有什么计划吗？生日当然出去玩。跟同学，因为你要18岁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是台北人吗？还是你是哪里人？台北人。你是台北人。嗯、那你今天有来签唱会吗？今天没有，因为我考试。哦。没办法。所以你现在是在那个。我考试的。你要哎，你高三对不对？没有，高二。哦，高二，所以即将要高三了。好。是吗？就是要高三了。嗯，要高三。好，那祝福你那个生日快乐，然后18岁很顺利，好吗？嗯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要挂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有吵。你同学很吵。好，那先这样喽，生日快乐。在那个什么？就是在那种，就是那个小巨蛋那类的办演唱会。小巨蛋哦，我现在还要再，我觉得我还要再努力。如果有的话，一定会是非常精彩的那一天。然后希望你可以等到那一天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好，那祝你考试顺利哦，哈！赶快去看书，不要再聊天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那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这个小姐真的非常的幸运，让我来打给她。这两个女孩的手机最后都是她们生日当天的日期，也好38。是挂掉吗？我不小心挂掉了，再一次。来了。
通了。这个是一个比较熟悉点的歌迷朋友。